警察一个不认真的委员，一个不认真的，一个不认真的委员，造谣的委员，你说这个会被告，你会把我会被告，我已经举例子告你，我已经说警察权是警察权是在院内，叶元之有说要用警察权，就他不敢承认，他说我泼脸书，我没有泼脸书，而且我说警察权的啦，我说警察权是保护院长，他说我说警察权驱离民众，动什么手？他说我说警察权驱离民众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，他怕被罢免，怕得要死。造谣王，一个台南的民进党立委说要罢免板桥立委，民进党就搞政治斗争，莫名其妙。大家知道罢免就是民进党搞的，到现在为止，我说警察权是说保护警察进来，都不动用警察权。就是造谣说我说警察权驱离民众。就不敢承认，但是警察权只有在院内的，结果王定宇说我要警察权驱离民众，敢说不敢当，实际上警察权只能在院内保护院长，结果他造谣说我要警察权驱离民众，因为他造谣，因为他造谣立法院，所以我说我没有碰脸书，动用警察权，结果他先造谣我碰脸书，然后我说我没有碰脸书，他更严重，他直接透过媒体诉诸大众，我说要求立法院动用警察权，一个刚刚四个月的立委，却要求立法院动用警察权，这么重大的主张，立法院这么多立委，立法委员可以造谣，立法委员可以造谣，一个只会造谣的立法委员，立法委员爱造谣，你说这个太被告了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